hey, 各位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嘿、hey, 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鲁。那上一期节目出完之后呢，我一直会很好奇，觉得说，哎呀，应该会有朋友在那个下面的留言或者是私信问阿鲁说啊，阿鲁你平时哦，不是阿鲁你出去这一次出去玩哦，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器材？不管是私信还是回复，都没有人来问啊、所以你不是都已经写在简介里面了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我有写简介里面吗？就算我写简介里面没关系，难道你们一点都不好奇我用什么样的相机和镜头吗？你觉得有人会好奇吗？那当然是不好奇啊！来，我靠，来，我好讲。行，来，嗯，立起来，扫你妈！好，那相机呢，一定就是用索尼的 A7S3 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阿鲁喜欢拍视频哦。那照片平时都拍的比较少，当然，索尼 A7S3 如果你只是用来发朋友圈的话。照片哦 ，A7S3 的1200万像素也是足够用的。那 A7S3 这台机子到底有多强呢？阿鲁就不再过多详细的介绍了，因为大家可以去参考之前的A7S3这条内容的评测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次呢？你到底都是用什么镜头吗？好、哦，那你不要着急，好吧？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的镜头呢，就是这三颗，分别是索尼的24F2.8G。黑 G 啊，这是这一颗镜头是黑 G， 还有一颗索尼蔡司标的35F2.8， 这一颗蔡司的 Macro 啊，还有另外最后一颗就是索尼的50F2.5 啊，分别是这三颗饼干头。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三颗镜头，这三颗镜头，比如说我这样子把相机放这样，一颗放上面，第二颗再放上面，而且还是带着 ND 的情况下，三颗加起来也就这么长啊，大家看到了没？也就这么长。好，那。如果你用一颗2470啊、G Master， 那也是要那么大颗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你的体积确实小，而且轻便。我这样握持在手上的时候呢，两只手就可以完全包裹住整台相机以及镜头，然后不管是从运镜还有各方面，它都可以让我感到手感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的满足，像握住自己的另外一只手的那种感觉一样，是不是就很饱满，握持手感非常好。你看这一颗24，比如说24啊，这个焦段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比如说你这一颗24 1.4 G Master， 对不对？你就会体现的非常大。当你在vlogging 的时候，你这样举着就会非常非常的重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这一颗镜头它大，但它非常重，你这样拿的手会很酸。你想啊，但是我们这时候用这一颗24黑 G， 对不对？它两颗体积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，你这样拿着。很轻便，你两根手指头都能捏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这样 vlogging 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爽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整个手就没有什么压力，更加持久，用的更久。那还有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它的体积小，然后便于你的携带。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呢，你的行李放在你的酒店里面，那你这时候想出去拍东西的时候呢，记录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需要一个，只想带一个小包。那这时候你便携就非常非常重要。比如说你带一个这种小包，就是小挎包，你就完全带这三颗镜头完全足够你出门。比如说你看这样，相机拿一台放这里，放里面，然后呢一颗镜头进去，两颗镜头进去，你看还有多余的空间，甚至给你放一件衣服在里面都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让包盖上，啊一背就走，对不对？很方便。那比如说你不喜欢用这种小镜头，你一旦想要用大镜头，你这种包完全就装不下。比如说这颗4mm的，这一颗索尼的啊，或者是这一颗 Buddies， 你一放，那它就冒出来了，你就没办法塞不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不会用嘛？这个那样这种包就好哦。你看似放不进去哦，一拉起来还有空间哦，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哦。一台机再加一个镜头。是不是一放哈、哦，可以再加一台，是不是？包起来直接一盒就走了嘛，那么简单，是不是嘛？对嘛？奇怪、欸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个频道呢，不是一个卖包的频道啊，是跟大家介绍这三个镜头到底有多便携。大家都知道 A7S3 有双原生 ISO 的功能嘛，就是一档是在 S-Log3 的情况下，一档是在640，一档是在12800。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，你 2.8 的光圈是完全够用的，不管是在夜间还是白天。夜间你就直接不用裸着镜头出去拍，但是在白天的情况下，你想要有足够大的虚化，想要大光圈，同时还希望有正确的动态模糊，也就是180度快门角的情况。
况下呢，这时候就比如说像这一颗一样，前面带一个可变的 ND 啊，阿如这边是带的是B 加 W 的这个可变的 ND， 无非就是相当于像FX6 那样，在内它是内置 ND， 我们是外置 ND， 仅此而已。这样子你就可以灵活的去处理 S3 的内部的曝光，让它稳稳的锁定在你想要的曝光补偿的范围内。同时，这三个饼干头的口径呢，都是49毫米，相当于你买了一个 ND， 三个镜头都可以用得了。它原来出了这一套的饼干头呢，一颗是24F2.8， 然后一颗是40F2.8， 然后还有最后一颗是50F2.5。那这三颗镜头呢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说40和50的焦段区间不是差别非常大。所以呢，我之前已经有一颗35F2.8 了，所以说，就是也是饼干头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用它原来这一颗35，等于说24、35、50，都非常非常的便携。同时，我们的 A73 呢，上面还有一个功能叫清晰影像缩放，它可以给你一个 1.5 倍的清晰影像缩放的变焦。如果你用24呢，你可以缩放到35，那如果用35呢，可以缩放到47，那如果是50的话，你能缩放到75，等于说是全焦段，相当于从24到75的焦段，你都可以补从头到尾填充上了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这三个镜头非常非常的方便，非常非常的好用。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它满足了我们这些老法师们哦，不是我们，是你们哦，这两位老法师们的一种快感。什么快感呢？你一旦带一颗2470 G Master， 有个问题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你没有办法体验换镜头的快乐。但是你一旦在外面跟人家，比如说你这样摆来摆去，拿相机拍来拍去的时候，你时不时换一个镜头，我这个焦段不够，我换一颗哦，这样换一颗下来，然后在旁边看到有人看到你在那边换镜头，就会觉得你非常专业啊，你这个相机能换镜头的。就比如说莱卡那一台 Q2， 它都不能换镜头，这时候你可以在他面前啊，疯狂的换镜头啊，来回换，这边换一下，那边换一下。对不对？体积跟它一样，但是呢，你能换它不能换，是不是？这种体验就非常非常的好，那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颗镜头，好不好？但是有个问题哦，你这三颗镜头嘛，对不对？你只有50才到2.5，是不是？这个最大光圈，其他都是2.8，你到晚上全部用不了嘛。老子都用 A7S3 的双原生 ISO 640-12800，你晚上要用什么？啊？那它那个虚化就不好看嘛，我要那种梦幻，我跟你讲，柔美虚化，喜欢柔美、喜欢梦幻的人呢，都是娘炮。我阿如虽然觉得虚化也是好看，它可以强调主体嘛，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，我还是希望它有一定的虚化存在，但是我不希望它那么虚，我会偏喜欢 Super 35、超35那一种画幅的质感。那这时候，2.8 反而让我感觉它没有那么大虚化，它的电影感就更加浓郁一点。索尼刚出的那一颗50 1.2，哇，那个虚化真的是，然后它的对焦形成，比如说它拍这个书，它对焦形成就那么一毫米，就这样子一点点啊，剩下全是虚的。你在看什么？一点电影感都没有。我们在强调电影感，电影感是什么？虚化的刚刚好，恰到好处。是不是不要什么都给你虚掉，什么都虚掉，那是娘炮，好不好？那娘炮才会喜欢虚的那么夸张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，1.4，这三个镜头对阿如来说非常非常的，推荐的。对，但是你看哦，你这样讲话，这三个镜头无敌嘛，被你讲了一点缺点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个古人云啊，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东西是，都是没有缺点的啊。古人云的好啊，云的好。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还是有一点点缺点，它画质肯定会有点下降，因为它饼干头体积小嘛，画质也确实一般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，索尼 A7S3 这台相机呢，也就只有1200万像素哦，那完完全全是可以驾驭得了这么低像素量的一个三颗镜头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去追求它什么都好，而且干练到一颗镜头很便宜啊，没超过4000块。每一颗都是没超过4000块。我上次就拿这个来试啊，我就拍，我就用视频拍，我最后把那个牙签哦，都拍出纸边出来了，牙签都。总体而言，阿如呢非常非常推荐这三颗镜头啊。那如果你们自己选哦，如果你们喜欢搭配40
比如说你不想买三颗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要直接配一颗 A24 再加一颗40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243550这三颗，我觉得这样搭配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，而且都很轻便。我真的拿在手上，我走到哪里我都愿意拿着，因为它确实很轻便，而且小巧。女生看起来看你这样短短的，我现在发现女生喜欢这种小巧的东西了。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叫做草草。然后呢，他在之前，他拿那个相机，他最早买的是四码的2470啊，他老婆都不愿意拿那个相机啊，我给他推荐，他也买了。买完之后呢，他老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拿着 HS3 这样子拍自己，然后第一组他和发朋友圈就自己拍他老婆的腿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他老婆的腿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就是我的意思是，女生也会喜欢，更加小巧便携，他拿得动的东西。建议如果你手上有 HS3， 而且不是商业创作，只是自己喜欢出去出行的时候、旅行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可以配这三颗，或者是两颗。但是24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入的。然后呢，50和40你们自己看喜欢哪一颗啊、哦？那这一颗呢有点贵，这一颗35208有点贵，你们自己看着决定好了。当然呢，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三颗镜头，并且入了它呢，一定是因为适合你，而不是阿如推荐你买的这三颗镜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估计镜头盖。小米嘛，是50，小米嘛。好。目前能看到我电脑里面的东西吗？看得到啊。我在看什么？开塞入。他进入组织了。谁啊？但你拿5G你真好啊，你5G你真狂啊，干那钱，你录下来干你娘。